给大家讲个故事吧。我想说，她从来都是天选之女，似乎一出生就笃定了自己的命运。她相信用自己的力量可以为部落带来前所未有的祥和与平静。但是她父亲可不这么想啊，他更希望她成为一个贤良的大家闺秀。 然而，他的内心却听到另一种召唤。他想要变得更强，来保护自己的部落。终于有一天，村庄遇袭，危在旦夕。这位巾帼英雄决定披上铠甲，踏上战场，去守护他的部落。 到底说的是谁啊？他来了，快看，他在那儿。